哦。国际海盗乘坐三艘快艇从公海潜入到沙威岛海域，据情报上说他们在找一块落到海底的黑匣子。兴师动众的就找一匣子？没错，这块黑匣子事关重大，否则他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闯进咱们的地盘。这伙海盗长期在公海作恶，上个月还劫持了三艘渔船。上级下命令了，得拦。活拦还是死拦？随你便。报告，前方两海里处发现目标船只。各单位注意，关灯、开闸，鲤鱼跳龙门了。是。Chinese army under the water. Tian Shou Fang Xiang, Yu Xuan Wu Du, Fa Shen Di Qing, Zuo Hao Zhan Du Zhunbei. Quân đội báo phản hoang.Alright, guys. Let's show the Chinese Navy our weapons. Alright. Full speed ahead. Go!Goodbye.
把船开到出事地点去救人。 铁子，我来看你来了。今年上面有命令，让咱招好兵、特长兵。我跟你哥哥武刚现在成了搭档，负责招兵训兵。我们一定把他们个个练得棒棒的，练成像你一样的兵。四狗子呀，四狗子，那天让我过来看看你呀，四狗子。 你这么年轻，听怎么就走了呢？四狗子，哎呦嘞！四狗子，那天托我给你找了个媳妇儿，就给你送过去啊。以后你就不用打光棍了。还有啊，你看，这是你的结婚证，也一并给你捎过去。那娘说，啊，恁两个好好过日子，可千万别磨牙呀。哎，同志，哎，你们这哭谁呀？哭谁？当然是哭二舅家的外甥四狗子了。四狗子？啊？哎。 这是军人烈士，我说你这个当大头兵的当傻了吧？四狗子今年才16岁，你让他去养老院那当小兵啊？什么大头兵啊？这是海军陆战旅的龙队长。龙队长啊，我不成，俺们不知道你是队长。没事，那个，这是我战友的墓，不能够吧？这墓碑上明明白白刻着着俺四狗子的学名，张贵菜，你上来瞅瞅，您瞅瞅。喂。 对不对？掌柜菜，这墓谁卖给你们的？姜姑娘卖给俺们的。姜姑是谁啊？快快，拿个片子给他看看。就是这个姜姑。姜小鱼。不能上水，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大人物死了以后非要埋在那儿呢？跟您说实话吧，那地方有龙脉，住在那儿不用等死活，活着就能保佑全家平安啊。 解放军同志就在这儿，你们两个在这儿等我。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是想买房还是租房呢？俺们找姜顾问。哦，找小鱼啊，臭鱼找你的。叫姜顾问。哎，大哥是您啊！啊，快沏茶，把空调开大点。好，别忙活了。 你把墓地的事情跟我们说清楚。对呀，姜顾问，你可不能骗俺们呐！解放军叔叔，您这是？你为啥把我战友的墓地转让给他们了？哦，是为了这事儿啊！快请坐，我这就向您汇报。姜警，解放军叔叔，情况是这样的，咱并没有转卖你战友的墓地，产权还在您战友的名下。啥？ 那4500就当败给你了，大哥，你坐下，听我慢慢跟您解释。这叫墓地合租，就好比你们家多出几间房子，打算租出去让别人住，总不能让别人白住吧？总得交点租金吧？嗯，那是。4500啊，平均下来每个月才25块钱，您觉得贵吗？解放军叔叔。 您占有的这个墓地啊，每年要交300块钱的管理费。你这样一合租呢，这钱就不用自己掏腰包了，既经济又实惠啊。那以你这么意思，我还得感谢你们。那倒不用，您太客气了。解放军叔叔，这是我的名片，您收着。以后您买坟就找我。 我那儿呢，还有一套经藏版的南北通透的样板坟，一年免租，冬暖夏凉，春天有水，秋天无霜。南面是道教仙山不老峰，北面是佛家圣地清春泉。
还钱，还他们钱！对对对对对，请解放军同志的还钱，还钱！我这白说了半天了。行行，还钱。叔，您坐会儿，我去拿合同。哎，这房我要了。说了，咱这就是大富大贵的命数，这要是搁百十年前，咱起码是一个王爷辈了。可如今咱命犯紫薇，虎落平阳，蛟龙他离开了水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五年，咱肯定时来运转。今天您放咱一马，就好比当年曹操放了关云长，将来在华容道上相见，必有所报啊。这么昂贵的药费单是咋回事？俺娘岁数大了，身体不好，三个月住了四回院。你小子骗人挣钱是为了给你老娘治病是吧？叔啊，咱绝对是个靠谱好青年，啥时候也没骗过人，顶多吧就算是夸张，夸大事实，宣传手段嘛，咱也没办法。哎，叔，拿着。叔，您就是当代的乔峰、郭靖、令狐冲，所有大侠绑一块儿了。你小子能不能正经点？哎，我正经点。您不是大侠，您是我亲叔。你从那面潜过来的？啊？你小子能憋那么长时间气啊？这算啥呀？咱在水里憋过18分钟，还在水里睡过午觉呢。那是你表坏了，你就吹吧，你就。我跟你说，全军最好的成绩。我跟你说这个呀，那是因为我没去。我要去了，全军最好的成绩就是我。哎，体育大学那边情况怎么样？不是你在那等着我，我这就过去。哎，你别走啊，叔。你给我留个电话啥的，我好还你钱。龙队，这就是鲁岩。你好，不好意思，我的手有些湿。你就是鲁岩，知道蛙人吗？电视上看过，加入到我们队伍中。对不起，体工大队更适合我。蛙人也可以为国争光啊！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近几年国际侦察兵大赛。龙队，我尊敬军人，但我的目标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再见。哎，等等，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海军陆战队真诚地邀请你加入。哎，这小子追到这儿来了。哎，小伙子，看什么呢？叔，可算是找着您了。来，这个您收着。这是什么呀？我写的欠条。
这不杨哥吗？有日子没见了，你还敢见我呀？上回租房的事儿，咱还没算账呢吧？你上回的事儿就别当着我亲叔的面说了。叔，您是来招兵的吧？你怎么看出来的？杨哥是武装部的，这我知道呀。算你小子猜中了。这怎么是猜呢？我这是逻辑推理分析。算了吧，你净瞎忽悠。你叫贾什么来着？您就叫我臭鱼就行了。收着，啊，臭鱼。叔，你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小鱼哥，你回来了。老三，哎，生意怎么样？还行。来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啊，收好了，以后进城啊，有点啥事儿，掏出来好使。我有了，你上次给了我一张啊，那张可以扔了，这是新的。你哥我升官了，哎，你骗子上副连长属于什么级别？我这么跟你说吧，在《笑傲江湖》中，这怎么着也算是个副掌门，明白了吧？哎呦，我的个乖乖！小鱼哥，哎，明珠，小鱼哥，你娘晕倒了，赶紧回家看一下吧。啊，上车上车，小鱼哥该回看了。好，我走了，老三。那个大夫，像我娘这种情况，要是做手术的话，得准备多少钱啊？最起码也得准备20万。20万，这么贵呀？这还不包括手术后恢复的费用。啊，没关系，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钱不是问题。啊，对，是的。小伙子，报名当兵吧，没问题。镇上有补贴，家属还能享受军属待遇。看一下。看病都有优惠啊！仔细那个能补多少钱啊？这个具体还没定。总之，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政府还给补贴呢。啊，真给现钱？啊，只要体检合格，政审过了，镇里肯定给。这儿写着呢。哎，你就是那个散打冠军铁拳阿甘是不是？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哥们儿，我上回我还电视上看见你呢，你一拳就把那泰国拳王给秒杀了。哎，就是那招叫什么来着？哎哎，这就是那个能打死猪的拳头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挨了我这一拳，400斤以下的猪必死无疑。哇塞，真的假的呀？刚刚刚刚给大伙儿露一手，表演表演。来来，鼓掌啊你们！来一个。好，我给大家露两张。好。谁的包？拿走。我说话你没听见？你聋啊？拿走！你找挨揍是不是？全体都有，小心！立正！你们正好分成两组，一组去后勤仓库领取桌椅板凳，另一组去训练场打扫卫生。教官，我们是来当挖人的，又不是来打杂的。你们这群新兵啊，真是命好，刚来不久就能参加火来授勋仪式，还敢挑三拣四的，赶紧干活去！报告教官。请问这火蓝是什么东西？跟我们大伙讲讲呗。哪那么多废话！全体都有，
加油，转！笨蛋，蠢货！我要抗议！桌椅是我们布置，连花盆也是我们摆放，凭什么他们穿戴整齐站在第一排？难道新兵就不是兵了吗？对对对，我们抗议。抗议什么？还真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兵？待会儿让你们瞧瞧什么叫做真正的兵。站好了。前队队友，站正！火蓝匕首授予仪式正式开始，八郎，八郎，出列。下面，请肖旅长授予八郎火蓝匕首。要把自己每一滴热血流进祖国的大海。是。我发誓。我发誓。把每一滴热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把每一滴热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那天。很多新兵都在问，那把漂亮的匕首为什么叫火蓝？后来，一位老班长告诉我，火有很多种颜色，其中蓝色火焰拥有最高温度，只有在烈烈的蓝焰中，才能淬炼出无敌的利刃。火蓝刀锋象征着，只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才能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真正成为军中之军。钢中之钢。你叫张冲，咋的？出来！干啥呀？你刚才为什么不鼓掌啊？我为啥要鼓掌啊？说什么呢？咋的？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我就不鼓掌，咋地？好啊，一个不服一个，那就比试比试。比就比，我还怕他咋的？小子，你怕疼不？小子，你是新兵，单挑别人说我欺负你，找个帮手。哼，小样，就你这体格，我一个打你五个。让你狂！漂亮，漂亮！还早着呢，嘴还挺硬。等到那时候，我请他们再打。不服，那就再打一局吧。别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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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住
新兵都已经到位了，好苗子不少啊！已经开始训练了。放心吧，训练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好好在学校进修吧。这回惨了，还罚咱们搞卫生。技不如人，就应该埋头苦练。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对，没错。你说谁呢？你说我说谁啊？哎，人家刚才叫阵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有本事你怎么不出头啊？行，我看啊，你比谁都会装孙子。行，如果做人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话，就会像今天一样自取其辱。点哥，更重要的是，他不光丢的是自己的脸，还丢了我们新兵队的脸。欠揍！怎么了？别打！冷静点！动手啊！把自己战友打死，那才叫本事呢。欢迎参加海军，欢迎参加海军两栖侦察大队的训练。我是你们的总教官武刚，今后两年你们所有的一切都由我来掌握，明白吗？明白。我听不见，要用男子汉的气概回答，明白吗？明白。你们刚刚经历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你们是我们经过精心挑选、有特殊才能的人。知道让你们做什么吗？参加海军陆战队，参加蛙人侦察队。陆战队是什么？陆战队是拳头，是尖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进攻，是突击。那两栖侦察大队，就是这拳头上最突出的指关节，是尖刀上的刀尖儿。你们中只有最合格、最优秀的人才配去执行这最艰巨的任务，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将接受最严格的训练，明白吗？明白。这种训练会很痛苦，痛苦就是你们最好的朋友。知道痛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不知道。让你知道你还没死，你还得继续战斗，我会对你们很严厉。你们不会喜欢我，你们越是恨我，就学得越快。我要让你们知道如何在战斗中生还，我要让你们知道任何的犹豫不决都会使人失去生命。我还得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战友，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奉献。现在你们还想不想训练？还想不想成为真正的陆战战士？想！大点声！想！起床出操，动作都给我快点，麻利一点，快起来！起床了，快！起床了！如果再晚的话，早饭都别吃了，听见了吗？都别跟个假面似的，快！都没吃早饭吗？都麻利些，快！89, 90, 91，严哥，你看这第一名，怎么没名啊？不知道，也许是退役了吧。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我没。报告班长，我们在讨论为什么没有第一名。只要有他在受影，其他人就只能去争第二名。为什么呀？那么多废话！我看你们都出汗了，我帮你们擦擦汗。
龙队长，有人找您，说是您侄子。我侄子？哼，在哪儿？是你，龙叔。你怎么入伍了？保家卫国，咱也得出份力啊。分到旅里哪个单位了？我在旅部直属队，咱现在是正牌采买，百十口人的吃喝都得过咱的手。啊，我最近在那个大礼堂帮忙，我管放电影，还管打扫卫生，我管的事儿可多了。那你怎么说是我侄子？您那么忙，我不说是您侄子，您也不来找我呀？他辈分他没差呀。个臭小子，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娘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让我把钱还给你，500整，您数数。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这关系，我这人脉，我跟人一打听，谁不知道您是旅里的大队长啊？你个臭小子，你哪是条臭鱼啊？你明明就是条泥鳅。钱我收下，请你吃饭。哎。我是龙百川，我知道了，你通知巴朗，马上带人过去。咋了？出事儿了？有个潜水员在水下被卡住了，海警通知我们，要去支援一下。哦，要不你先跟我过去溜达一圈，咱回头再吃饭。不差这顿饭，救人要紧。一个小时前，几名潜水爱好者出于好奇，冒险进入水下洞穴探险，不幸发生意外。其中一名女高中生双腿被礁石卡住，一名路过海滩的潜水高手见义勇为将其救出，可他自己却被困在水下几十米深的洞穴里。被困者的情况呢？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和氧气最多能撑个10来分钟。报告总队，我们的人和装备都到了。你带人下去，把水下情况摸清楚，其他人做准备。是。二太小了，巴郎他们过不去，怎么办？太小了，把氧气瓶摘了试试。龙队，巴郎已经下去过一次了，我想替他试一试。那凭啥你一个人去啊？那我也去。你个新兵蛋，我也去，凑什么热闹啊？一边待着去！你说谁呢你？你再说一遍！怎么了？怎么的？你说别吵！别吵！巴朗之所以下不去，是因为洞口太小，氧气瓶卡住了。我们当然可以在一边不管。妈，给你们俩一次机会，去试试。是，哎，是。但注意，哎，一定要给我注意安全啊！那必须的，你。哎，冲哥，杨哥，这回咱露脸可就指着你俩了。对。让那帮老兵们看看，咱们也不是吃素的。就是，小心点啊！多5、6分钟，他们只能游到洞口，没机会救人。龙队长，时间不能再耽误了，潜水员的氧气眼看就要用光了。大队长，要不就要用水下炸药把洞口炸开。绝对不行，水下炸药太危险。那就用神钩，让巴朗他们再去试一次。你能保证神钩一次性成功吗？那怎么办？摘掉氧气瓶，别说救人了，我们连洞口都到不了。
用上小极瓶，又卡在洞口上，我们又过不去，你说怎么办？叔，我刚才迷迷瞪瞪的睡着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是。你在水下憋气18分钟，不是吹牛吧？咱说话绝对靠谱，我们村的那个郭老三、满意和小龙都能作证。敢不敢下去救人？救人？叔，我只会憋气，没救过人。再说了，我万一下水，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娘可怎么办？叔，那个钱我还你了，我走了啊。别怕，我亲自下水，带你一块儿去。那我告诉你，救人那是有奖金的。有多少？2000呢？真的？嗯，救了人就给2000？不信我？哪能呢？叔，您是当代的大侠，您说话我哪能不信呢？准备一下，下去，走。哎，叔，那个，你得给我写个字据。这年头空口无凭的，咱得拿白纸黑字说话。你看，哪有笔，哪有纸啊？那个，我有。15分47秒。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能具体？这小子没吹牛啊！我坚决不同意啊！这小子浑身社会习气，满嘴跑火车。到我们侦察大队来吧。我在炊事班干的可好了，你当啥侦察兵？